建筑，城市的凝固艺术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建筑外墙装饰越来越发挥着美化现代城市环境和装扮未来都市不可磨灭的作用。由此，外墙装饰材料承载着美观、环保、安全、耐用等多功能和高技术的需求。佛山市简一陶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秉承科技创新理念，致力于引领和推动建陶产业的发展。2009年，简一全球首创大理石瓷砖，大理石的逼真效果，瓷砖的优越性能，为高端场所提供更好的革命性装饰选材。简一作为大理石瓷砖的开创者、专家，专注创新，追求极致，每年一代产品投放市场，都成为行业的焦点和方向标，迅速取得了高端消费者的青睐，同时与招商、融创等高端房地产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大理石瓷砖，顺应幕墙发展趋势。建筑幕墙常见分类有玻璃幕墙、金属幕墙、瓷板幕墙、石材幕墙等。从长远看，建筑幕墙的发展趋势是从笨重性走向更轻质高强的板材和结构，品种少，逐步走向多类型的板材及更丰富的色彩，更高的安全性能，更灵活方便快捷的施工技术，更高的防水性能、环保节能等。简一大理石瓷砖作为瓷板的一种，拥有天然大理石的逼真效果，没有天然大理石的各种缺陷，顺应了建筑幕墙的发展趋势，迅速崛起。二，大理石瓷砖幕墙的优势。大理石瓷砖幕墙较天然大理石有以下优点：一，自重轻；二，耐酸碱性强；三，花色种类丰富；四，色差小；五，自洁性好，吸水率低。六，抗压力强，硬度高。七，质量稳定等优越的物理性能。八，生产流水线作业，生产效率高，供货及时。大理石瓷砖逼真还原了天然大理石的纹理，在建筑幕墙施工上较天然大理石有着巨大的优势。大理石瓷砖自重轻，节约了钢龙骨材料，施工速度快，劳动强度低，工期短，色差可控，外观效果有保障。大理石瓷砖密度高，硬度高，搬运和加工过程中不易产生破损和断裂，避免了材料的浪费。大理石瓷砖幕墙性能好，无需定期维护打理，日晒雨淋依然历久弥新，节约了维护保养费用。无论是采购、运输还是施工维护，大理石瓷砖比天然大理石更能节省成本。三，瓷板幕墙的一般施工步骤。一，测量放线。幕墙图纸设计完成以后，施工单位进入施工流程，接到图纸之后需要进行现场测量放线。放线完成后，如果现场尺寸与设计图纸不符，请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二，
预埋件的制作，在预埋件安装的位置做好标记打孔，清洁孔洞，放入化学螺栓的药剂管，安装毛栓，挂上预埋钢板，并安装好其他螺栓，依次安装垫片和螺母，并用扳手拧紧，调节脚码，并焊接牢固，安装束龙骨。请注意，此时剩余的三个调节脚码是活动的，找齐束龙骨的垂直后，再焊接牢固其他调节脚码，调整束龙骨的平整度，拧紧螺丝固定，按照设计图纸标出横龙骨的位置，焊接横龙骨，在每个焊缝处做防锈处理。钢架施工完成。三、磁板幕墙的干挂方式。一、背栓式干挂法。优点：稳定，承载力较高，是常用的幕墙安装方法。通过专用的钻孔设备，在磁板的背面按设计加工成一个里大外小的锥形圆孔，清洁孔内的水及灰尘，用专用工具检测孔径，用卡尺检测孔深，以确保孔与背栓尺寸相吻合。填充解构胶，按顺序串好弹簧垫、垫片、主挂件、前状的背栓，将背栓插入锥孔中，拧入螺杆，用扳手上紧，前状的背栓底部扩张开，与锥形孔相吻合，形成一个无应力的凸形配合，然后通过指滑螺母将挂构件固定在磁板上，再安装在基面上。安装挂件，螺丝请勿上紧，方便后面调整磁板的平整度。挂上磁板，通过磁板上的两个螺栓调整磁板上下移动，使用木工锤敲打，可使磁板左右移动。通过松开挂件上的螺丝，可以调整磁板的平整度。安装顺序是从下往上，从一侧到另一侧依次安装。二、背槽式干挂法。优点：承载力最高，最安全，适用高层和超高层的幕墙。通过专用的加工背槽设备，在磁板的背面按设计加工成一个燕尾槽，测量开槽深度，测量开槽宽度，以确保槽与锚固件尺寸相吻合，放入专用的锚固件，侧面开口处贴上胶带，调整锚固件的位置，填充结构胶，等胶凝固后便可安装。首先安装挂件，对其下端挂件放上磁板，安装磁板上端固定螺丝，穿上垫片、螺母，分别调整磁板的水平和垂直，把所有螺丝用扳手拧紧固定，在磁板边上贴上泡沫条，方便后面磁板的安装和勾缝。三、开槽式干挂法。优点：开槽式最为经济，使用专用的开槽设备，在磁板的侧边开十毫米深的短槽或通槽，检测开槽的宽度和深度，标注好磁板上的挂槽位置，填充结构胶，将填充好结构胶的磁板放到干挂配件上，调整好垂直度、平整度，上紧螺丝。安装顺序是从下往上，从一侧到另一侧依次安装。四、挂贴法。优点：不需要搭设龙骨系统，
在瓷板背面钻背栓孔，将螺栓、弹簧垫、不锈钢挂条、毛栓依次串好，按入瓷板上的背栓孔中，使用扳手上紧，螺杆会将背栓撑开，从而将瓷板固定住。使用专用工具对柔性粘合剂进行搅拌，注意一次不宜太多，在规定时间内用完。摆好不锈钢挂条位置，用锯齿形刮刀在瓷板和墙面上涂抹柔性粘合剂。在对应挂条的位置上打孔，并放置膨胀螺栓，上紧螺丝，在瓷板边上贴上泡沫条，方便后面瓷板的安装和勾缝。安装顺序是从下往上，从一侧到另一侧依次安装。四、简易大理石瓷砖实景运用。简易大理石瓷砖凭借大理石的逼真效果，瓷砖的优越性能已被广泛运用到众多大型幕墙干挂工程项目中。简一作为大理石瓷砖专家，高端建筑材料代表，未来将通过更多逼真的性能优越的产品，以及功能更健全更安全的幕墙干挂法和更专业贴心的服务体系，为现代高端建筑提供更为美观实用便捷环保的大理石瓷砖幕墙装饰材料，让建筑华丽的外衣为现代城市增添美丽风景。简一大理石瓷砖，因为专注，所以更逼真。